四楼，你住几楼？哎，你跑什么？我不住这栋呢。你有回信吗？按吧，住几楼？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既然是邻居，我还能再惨一点吗？既然是邻居，那就好办了。我不急，看你往哪儿跑。死了死了死了，这下跑不掉了。楼上的记得还钱。你站住！我不是要耍赖，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钱。还有，我不是马路杀手，我那天是粗睡症犯了，你爱信不信。记得还钱。钱钱钱，去哪儿弄那么多钱啊？傻傻。小柔，你说吧，明天有多少事瞒着我们？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哪还有什么瞒着的？你跟你的冤家帅哥住楼上楼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是我的债主，这就是重点。少女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拥有了一部偶像剧女主的特性？帅哥债主，咖啡厅偶遇，同一小区楼上楼下，误会重重，欢喜冤。哎，打住啊！我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帮我想办法如何尽快还钱的。你口中的那个帅哥债主，他只给了我一周的时间，豪车我真的赔不起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听你说的。我有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给思文。这地儿也不适合上节目。二老头，你手里名单里还有几对？没剩几对了，出差都性格不要的。再找找，周轩，你去看看还有没有新报名的人。好。你现在在工作吗？在哪儿？我想来找你关于还钱的事情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耍什么花招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说他一定会回，他就真回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你们现在是债务关系，你只要稍微礼貌一点、客气一点，跟他谈钱的事，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你？那接下来呢？那就要看你现场的本事。你不跟我一起去啊？放心，我会教你。来，纸笔。记录。好好记着啊，宝贵的经历真传呐。第一步，赌一把。这一对啊，虽说是未婚夫妇，但是女的要陪伴，男的没时间，这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。我在你公司接待室。我出去一趟。什么情况？没事。说没事肯定是有事。老大。
就算再困难，我也要克服。因为他现在对你的印象极差，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卖惨。首先呢，你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再来狠狠地夸赞他一番。哎，记住，小超能不看就不看啊。嗯，那我这样做他会不会生气啊？笨蛋，他越生气就显得你越惨了。新找的嘉宾，这是撞我车的肇事人。你确定是他撞你，还是你撞他呀？哎，你不是那个谁，咖啡厅是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说。对不起，我惹你生气了。昨天你走了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也哭了很久。明明是我做错了，结果我还凶了你。主要是我太难过了。我上个月，你家的小狗走丢了。不是，是小猫。虽然我很难受。不管我再怎么难过，我也不能骗你，所以我这次来，我就是想要承认我的错误，我要负起我该负的责任。朋友查的我，你不是让警察查的我，而且你明知道我骗了你，但你还是愿意给我时间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因为如果你再给我些时间的话，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。我就是住地下室，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。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如果你再给我一些时间的话。我一定会还你钱的，我求你了。你就是想让我把时间延后。你觉得这么简单吗？老大，差不多要开。下次备好再来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跟他？小学生。小学生？什么？你说他？小学生作弊被抓包了，逃了。作弊？哎，新员工郑泽前来报道，工号2137。2137，人和照片一模一样。入职哪个部门啊？橱窗陈设是哪个部门？设计部。就这个部门。欢迎入职。谢谢。你知道他吗？听说过，风盛的主编。好像叫蒋元，我还听说呀，很多品牌在做下一季流行的时候，都得先问他。这么厉害？嗯，那他干嘛还来参访咱们 Lucy 姐啊？嘘，小点声。Lucy 姐设计的橱窗啊，得奖了。咱们的 Lucy 姐还是很厉害的。嗯。你好，请问知不知道小柔在哪儿？哪个小柔啊？丁小柔。我只知道有个叫小丽的。哦。你是说那个做橱窗的吧？嗯，他还在咱们公司吗？没准儿都已经被开了吧。哦，
谢谢啊。嗯。他找小荣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啊。你要先改变池心对你的印象，对吧？这样至少能多换取一点还钱的时间。没有女追男，男人不傻，只要你有行动，他就会有感知。这区别呢，就在于手段的高低。那些抱怨男人愚钝的，都是手段不高明，而且太明显。好像这样看更惨一点。如果苦肉计失败的话，没关系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第二招，美人计。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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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齐齐叫好，梅姐，那个周璇，把那个灯光换成暖色调的啊！快点，快快！主持人呢？主持人呢？郑哥，你能不能稳当点啊？你知道你也稳当不下来，怎么了？撂挑子了？撂挑子了？谁呀？主持人。他怎么了？对方刚才打电话过来，信哥之前一直用他做《前进吧青春》的主持人，现在知道信哥要做一档新的节目，说了不是不帮忙，现在档期撞了，他让我跟信哥说声不好意思。我看他好意思的很，这个同样可真会选时啊。没关系，还好有 Plan B。不是老大，咱们还有人选吗？我大学时候呀，是播音主持专业的。八百标兵奋北坡，炮兵并排。去，跟上了。还有这些。好的。也是拼的。改一下吧。行。哥，你看一下这通告准不准啊？让我看看。啊。哎。这不刚才那女孩吗？找池信啊。哦，是。我看那个接待室里有人啊，我不知道去哪儿等他。啊，他在那边，上那边等吧。哦。哎，那边录节目呢，安静点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去吧。老大，这次两名嘉宾气氛都比较紧张，不过我对你有信心，劝和不劝分啊。信哥，这是我们两位嘉宾。哎，你好，你好是吗？对，你好，我是池信。主持人你好，小文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池信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按台本来，放轻松。好啊，好，坐吧。来，准备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爱情沙尘暴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请来两位嘉宾，一位是谢阳，一位是小文，让我们听一下他们的爱情故事。小文。如果非要我在出国留学和你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，我可以留下来。但是你能不能别和我分手？你能出国留学深造，我也是很理解和支持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分手呢？谢阳，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五年来对我的付出。但是这些年来，我们两个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，心也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很多次我想找你聊天，我想跟你说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，可是没想到是现在这样的情景。那一年我是真的很需要你，爱一个人不是要为他做那么多疯狂的事情去感动你自己。墨尔本天气阴晴不定，我给你准备了伞，还有感冒药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对了，还有，我准备了这个，顺便帮我喂一下可爱的海鸥。我等你回来，等我收视率破二了，我一定兑现我的承诺。池信，其实我不喜欢海鸥，我也不怎么爱看海。
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明白，我需要的只是你陪在我的身边而已。池信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，这样对彼此都好。别哭了，分手不是因为你不够爱我，只是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时间好好冷静一下。我觉得你们就分手吧。啊？分手？分手？他说的没错，你一直以来都只是被你自己感动而已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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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先帮我拿一下。那个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等那两个嘉宾先休息一下。好的，郑哥，大家休息一下啊。大家都休息一下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。哎，信哥，刚才咱们的节目还需要重录吗？咱们节目可一向都是劝和不劝分呢。我会跟他们解释的，让大家放心吧。哎，信哥，信哥，干嘛呀？大呼小叫的。信哥笔记本啊，我刚在会议室捡到的，我确认过了，只有信哥自己一个人用过。这么点小事，你直接放在包里不就得了吗？他现在心情不好。快去。哦，我撤了。啊。画面里好像不该有我。
拿着吧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我就说我被诅咒了，你们还说我有心理阴影。算上真正，我都已经告白了31次。白天把笔记本落在会议室了，放回你包了。这么复古的笔记本，谁的？下次备好再来。你看到我的那个日记本了吗？日记本？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连博客也不写了，朋友圈也仅限3天了。这位少女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这下真的内忧外患了。你还有心思写日记啊？哎，不过你先跟我说说你的美人计搞定了吗？没搞定。怎么办呀？这么多钱我该怎么还呀？怕啥？我借你。那我不还是早晚得还你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上次在 Lucy 那边工作，尾款结了吗？对呀，我还有尾款呢。果然不能偷看别人的日记。看别人东西的确不太好。差点忘了楼下的。看别人东西的确不太好，但这书是我捡回来的，我总得确认失主是谁吧。不过这么早他应该不会休息吧。这么邪门儿！我已经把这楼梯放在购物车里了，希望不会有付款的那天。我不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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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看。放哪来着？算了。哎，就一眼。
帮我个忙，帮我找一些人。对，想什么呢？是他欠你尾款，要钱天经地义，进去。我也支持你去要，但是还是你自己考虑，有可能会碰到王特哦。怕什么呀？你是来要钱的，又不是来找他的。啊？话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尴尬，那些女的又会嚼舌根的。哎，连车都撞了，我还怕撞见王特吗？哎，你说丁小柔怎么又来了？来要钱的。他的尾款好像还没有结清，要我说算了吧，他怎么可能会算了呢？秦叔的事情我再次道歉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工作上我付出了劳动所得，就应该给我结清尾款。你知道吗，昨天晚上我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个 SPA， 做个美甲，结果一样没做成，心情还极度糟糕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板知道了秦叔的事情，打电话训了我一顿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临时工还真的挺厉害的，别的报道都是说临时工替领导背黑锅，怎么到了你这儿，我成了你的替罪羊了？对不起啊，陆总。对不起。我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到底是怎么了？做错了事，觉得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事了？那你的行为对公司造成损失怎么算？做错了事情，就是要付出代价才会吸取教训。我看你的尾款就当作是罚款吧。至于后续能不能长期合作，再看你后续的表现吧。不打扰了。会长皱纹的。怎么回事？说好的理直气壮，结果还是一秒变怂。讨债变成挨骂，怎么办呀？断了。给你变个魔术 1, 2, 3, 4。 下面有请亲爱的观众来确认一下，这个到底是道具呢还是真的呢？好吃吧？丁小柔，你的作品超棒的，我很喜欢，而且所有人都很喜欢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相信你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加油。谢谢你哦。哎，这个是秋水症，你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我的心率只要超过190就会睡着，睡多久不知道，发病率是1/3。你说我幸运吧？挺幸运的，所以这是个报警器。够特别吧？
挺另类的，虽然这是种病吧，但是听上去挺浪漫的。学坏了吗？嗯。另一只给我。你会绣吗？试试呗。嗯。你帮我拿一下。好。嗯。嗯。你看，这样他们就一样了。我的鞋啊！哎，雪莹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朱雪，什么情况现在？啊？苏文，哎，说话呀、啊！怎么样，陈晨？今天我们但凡说出那句“请问你认识丁小柔吗”，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最惨，好不好？有成功了吗？什么柔？忘了。不过他煎的鸡蛋还不错。哎呦，叫小柔的多了去了，我哪记得？要不是因为他。我也不会认识给我递信的阿美。老大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。老大，我什么意思？你直接说。我保证下一期收视率2.0。2.0？新搬的地方怎么这么闹心呢？原来又是他。没完没了啊。谁啊？你干嘛？听说过震楼器吗？嗯，一款以噪制噪，制止楼上用户噪音的神器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是不是吵到你了？你说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有晚上有时间做家务。没人打扰你做家务，但请你空找时间，不然别人会以为你没有工作心。震楼器我先放在购物车里，希望我不会有付款那天。还有，账单我整理好了，到时候发给你。我没有想赖账，我就住在你楼上，我想赖也赖不了。我虽然现在没有钱，但我已经很努力在筹了。虽然我吵到你很抱歉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怨我没有公德心。那我，哎，等等，先等咱们聊聊。你看，哎，金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别玩了。Why is there loving someone feels so amazing? Maybe you put a spell on me. 哎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还没讲完呢。哎，你们带我去哪儿？今天我们但凡说出那句“请问您认定儿子吗”，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最惨，好不好？可成功了吗？什么柔？哎，叫小柔的多了去了，我哪记得？什么样子？忘了。不过他煎的鸡蛋还不错。我还是想感谢他的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也不会认识给我递信的阿美。这事还挺有意思的，我保证下一期收视率。2.0，下午3点，来不能恋爱咖啡厅，不许迟到。Please don't let me down. Please don't take my heart away. I know that it's loving you. I will always want you.这么简单。